帮大家请合掌，两脚用力。啊，我们先做观想啊，哎，观想我们生死凡夫欲出离啊，这个啊娑婆世界的深渊啊，但靠自力呀、啊。差不多可以说了无出奇啊，虽然说还是有那个大德修行能成功，不过呢，我们希望早日能够啊，这个超越生死啊，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呢贡献给众生啊，并不是自己去享乐啊。那么月求如此啊，那么呢，藏佛本愿呢，求生极乐。那么就变成是我们自利利他一个很首要的啊、今生的一个啊、一个目标啊。那么要学会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啊。那么信世尊所教，信弥陀本愿不虚，信我等发愿称念弥陀圣号，必蒙佛接引往生极乐，好，这三个信，啊，绝对是不动摇。那么我们坚信这样，因此我们发，好，决定往生极乐之愿，啊，那么就三信一愿呢，作为这个目标，要与，特别是这一愿呢，是在这个信之下，啊，那么来成就。那么要增长这样子的愿心。除了这个啊，知见上面有这个信以外，我们还要啊，以这个啊厌离娑婆啊作为呢啊引导，寻求极乐啊作为呢动力啊。那么厌离娑婆作为根本的引导呢，那么就是娑婆世界啊，虽然充满了我们的。累劫的这个父母啊，也是啊，我们呢修学佛法发菩提心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观察众生的恶业因缘，还有乃至我们自己啊，怎么难以呢在这样子的啊这五浊恶世当中啊啊，当生甚至于说几世之内。能够修行成功，相当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众生的苦难却一直在增加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心中要早一点能够呢，啊，出离三界，到极乐世界那里学习，悟得无生法忍，早日回入娑婆广度有情，要这样的观想。啊，那心求极乐呢，那么就是。与娑婆世界的对照，虽然说娑婆世界发心用功修行一日一夜功德很大啊，但是呢，在娑婆世界啊，这个退堕的因缘的更大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并不是就停留在那里，是为了圆满我们的菩提心。那何况我们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有宿命同。不会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娑婆世界这么长的因缘呢、啊？有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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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该度的众生还在六道中轮回。我们这样子升起一种急切之心，心求极乐，赶快面见弥陀，亲闻法音呢、啊，可了了啊！那么知悟无生法忍，依此无生法忍做根本。早日回入娑婆，不为安养，回入娑婆，广度有情。那么以上这样子的了解啊，就能升起发愿，愿生极乐之心。接着我们观想呢，哎呀，我们说四相上面，啊，刚刚已经这样发愿了，那么接着我们要圆满这个愿，我们要做成感恩、忏悔，啊，跟意念的这样子的。意念弥陀的功德，这样子的一个供养，观想呢？怎么供养呢？啊，观想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子、
在虚空中啊，啊，这个百丈金身啊，报身庄严之相。我们呢，啊，心中点心炉，心炉飘渺，心香飘渺啊，不遍的极乐世界啊的西方三圣眼前，啊，但还有周边的如云如海的清净海众，我们一并供养。然后呢，再供养一对一对一排排的床与幡，色尘供养，乃至于香，乃至于香啊，刚刚讲那个香，还有花灯烛啊，这都是庄严之举。在虚空中，啊，在云朵上啊，一对一对一排一排的供养。那么在供养呢，有天上有天月。天月啊，各种的美妙音声呢，啊，赞叹弥陀佛的本愿功德，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清净。那么这种种的音乐啊，那这些音乐是由法器所成，所以虚空中有各种的法器，啊，西方的法器啦，啊，钢琴、小提琴啊，喇叭呀，啊，这个。各种的敲击乐器啊，管弦乐器啊等等，啊，那么呢，也可以加上我们汉传长期以来从西域传入的啊，比如说胡琴啊，各种琴啊，扬琴、古筝啊，琵琶、铜钹这一类的啊，也是一样管弦啊跟敲击的乐器，在虚空中用深沉。声音的声啊，声尘供养，色尘供养，声尘供养，香尘，那么就是刚刚用上好的这个沉香啊，经上说，这个最好的上等香啊，哇，这六珠啊，值得大，就是娑婆世界那样子价值啊，我们是最好的香来供养。那么再来，我们种种的饮食啊，那么呢，一盆一盆的，也在虚空中啊，这个有很庄严香甜的白米饭、炒饭，乃至于呢这个啊馒头、包子，啊，一坨坨，哇，很多很大啊，在虚空上，啊，很大啊，馒头、包子，乃至于这个啊各种的啊菜肴。庄严的菜肴，想这些内容啊，啊，还白米饭，还粽子等等啊，很多，来自于你很有创意的各种挂包啊什么的都可以。那么在虚空中啊，一团簇成群的啊，这样子来要供养啊。那么簇成呢，就是种种的天衣啊，做成的袈裟，这个在整张。折起来，啊，也在云端上供养阿弥陀佛、观音世子等，啊，清净海众。如是观想已，回到我们眼前呢，啊，我们所有我们度化的众生，在我们前面呢，啊，有过去的祖师大德，啊，你愿意观想谁啊？已经圆寂的，甚至还在世的，啊，在前面，啊，虚云和尚啊，广钦和尚啊，啊，至于这个。印光大师啊，啊，维大师啊，这个四明尊者乃至智大师等，在我们前面摆。那么我们的左手边啊，有男众眷属啊，父亲、祖父啊，这个儿子啊，兄弟；右边有女众的眷属啊，祖父、祖母、这个母亲，这个过去世的妻子。女儿啊，来自于啊其他的啊女众眷属，无量无边啊，好多好多，不只是今生的，还有过去世。在观想我们后方啊，有我们伤害过、饮食过他的肉啊，这个饮血啖肉啊，这样对他们的，这样在我们后方，啊，跟着我们一起拜，那供养我们带领众生发菩提心，带领众生。一起成就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
信三信这个阿弥陀佛等功德，那发坚固临终，身无病故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如入禅定，欲知实质，啊，坚定不移，一心不乱，愿生极乐之心，啊，如是发想，发想，现在在佛前领大众一同啊，礼拜恭敬意念，称念佛名，身作礼拜，并且心中也要具足惭愧忏悔，过去所做犯罪的，啊，乃至于啊颠倒的，障碍我往生的，都要忏悔。不再来往生的也一样一起忏悔，让我们念佛能够更加有感教。回到道场现前，眼观圣像，口舌圣号，鼻闻有供佛之香，耳听大众念佛之声，身作恭敬匍匐礼拜，意念升起愿心信愿不动摇之心，万缘放下，信愿提起，六根都摄，敬愿相继，南无。